嘿，小妹妹，怎么了？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你的忙的吗？我的一只小老鼠被上帝叫回去当米老鼠了，呵呵，我心里好难过哟。好，现在希望给它入土为安呢。嘿，请问一下哈，你哪不知道嘛？没关系啦，我只是为了引开你注意力而已啦。呼呼，好，拜拜。神爱世人，大家都要接近主。可以拜托你救救我的小老鼠吗？啊啦，这种办法行不通了，不要开小孩子的玩笑了，怎么可能复活嘛？哦，我的小白鼠活过来了。怎么会有这种奇迹发生的了？难道你是传说中的上帝？太厉害了你，小白鼠复活吧，我以圣灵之主的名复活你。好了，花风完毕，记得上教堂做礼拜去。别的吗？好不？哦 ，Oh my God！ 哇，真的有神啊！我就知道我信主是对的。